上风车的决定，要离开你几度自信，脑袋记忆体都不够用，还记得你的耳闻的说明，应该整一次还有分享爱情到底多美，从你的双眼里看见天使走在我身边的你身边。大概一个多小时，对。整个人是崩溃的吗？是，我下来就是倒在地上，要求导演放我一马，然后我就说我脚很痛，当然脚也很痛了。然后就是不停的冒汗呐、啊，对，希望看对。我看到那个教练这样跳下去，我真的觉得他非常的勇敢。本来是同人要跳的，对啦，原本是我要跳，可是后来我的脚就受伤了。受伤这件事也蛮糗的，因为我是一觉醒来，他骨头就裂开了，病是也没有发生什么事。医生是有一直问我是不是有吃安眠药或者是梦游的习惯，但是都没有，所以完全到现在还是找不出原因。这一次其实旅行这首歌就是我自己的创作，然后我自己非常喜欢旅行，然后我的爸爸也是一个常常旅行的人，然后到世界各地玩有一点贵，但是我们在台湾就有很多地方秘境让等着我们去发现。